今天是工作日，家里人都去上班了，就我一人，进来吧。哎，小梅，这个生日礼物提前送。我也不太懂啊，是别人给我推荐的，说这个特别好，你看看行不行？很有用，真的。哎，有用就行。你跟我来。怎么去了这么久啊？衣服被保姆放在我妈那儿了，找了好一会儿。上次逛商场的时候，看见这件红色的毛呢大衣，觉得特别好看，就当我送给燕秋姐的结婚礼物了。好看。